发生什么事？他说一个网友要我帮忙了，他说帮忙，他来帮忙，帮我帮他会。交友认识的吗？网络交友认识的，那骗人的啦。对啊，一定是200%。对啊，因为网络交友，你现场认识的朋友都不一定要，都不一定借他钱的，何况是网络的。那、他要你借他多少？3200。美金啊？美金哦。对啊，他赚大概多少？差不多快10万块。200%。我跟你讲，你是完全没看过的网友，跟你说他有困难，你要汇钱，这都是假的，都是假的。200%的，说实在。那基本上他们一开始都会跟你聊天，先聊天，然后取得你的信任以后，他就开始跟你要钱，对吧？啊，基本上都。我也是讲这，我也是。你跟他聊多久？大概都聊一阵子了。聊一阵子。对啊，他们就是先跟你聊天，让你放松。网络交友只要去转账等于诈骗，你只要记住这个公式，这是关键字啊。对。网络交友到最后，如果要你转账。到钱就一定说是你只要